都是在其他岛屿上所看不见有计划性的村落建设。绿岛吉洛保留了独特的历史景观，包含周边丘陵在内的地区，约13公顷的土地被选为日本国家重要传统建造保存地区。即是赞岐乌龙面，因此地产大麦、小麦、酱油、炒米粉等乌龙面原料，使得赞岐乌龙面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的特产。在漫长岁月中磨练，沉船的制面技术成为日常生活中一种饮食文化，也因此有如今的美味赞岐乌龙面。酱油是日式料理中最重要的调味料，也是一种万能的调味料，因此广受世人的喜爱。自古以来，香川县就是优质大豆、小麦和盐著名产地，而且有适合酿造的气候、水土环境，才发展出酱油酿制产业。现今主要在小豆岛生产制造酱油，其产地高居全国前几名，可在小豆岛的酱油店内一睹酱油仓的样貌。清淡的鸡肉配浓郁调味料而成的带骨鸡肉，皮香酥脆，咬一口会流出满口的肉汁。带骨鸡肉有柔嫩多汁的雏鸡和耐嚼可口的母鸡两种鸡肉。早在50多年前，香川县就在各地展开了罕见的带骨鸡肉专卖店，使得带骨鸡肉成为深受县民喜爱的特色菜单。内海是食材的宝库，产自濑户内海的时令鲜鱼别有风味。最令当地人感到自豪的是那种绵细细致的鱼肉口感。县内还有多家利用新鲜的濑户鲜鱼制成像是生鱼片、烧烤、煮物、天妇罗等佳肴的店家，可一饱口福。国和本州，且与架设在长9.4公里海峡上的6座桥梁合称为濑户大桥。大约经过100年的构想，于1988年终于实现了开通大桥的伟大梦想。此座大桥寄托了先人的希望，并以其壮观的样貌深受全县内外人们的喜爱。先生是一位设计过东京国立博物馆、法隆寺宝物馆、
纽约现代美术馆新馆等建筑的世界著名建筑师。香川县内有两座谷口先生亲口设计的美术馆，全国罕见战前美术馆之朱雄玄一郎现代美术馆，巧妙融合自然采光的摩登空间设计，独具魅力，耸立在优越地理位置的香川县立东山魁夷濑户内美术馆，则是瞭望濑户内的休闲场所。比罗宫书院是由里外两间书院所组成的书院，据说是建造于300多年前的重要文化财产，有7间房间的外书院，其中5间有90幅圆山应举的格扇画，里面的书院则有伊藤若冲的花园图等一级艺术作品。2007年秋天，新茶屋、神春完工等，持续进行以平成大千座祭为契机推动的文化区整修计划。指导舞台背景而展开艺术活动的 Benesse Arts Naoshima， 在可远眺濑户内海沿岸的海滨公园里摆放了露天作品，每一件融入岛屿风景，且随着物换星移的景色和四季变化而改变风貌的作品，再次提醒我们多留意人们所居住的自然环境。Benesse Arts Naoshima 主要的设施 Benesse House 以自然、建筑、艺术共生的理念，融入直岛的自然和安藤忠雄设计的建筑特点，永久展示着艺术家为此地而创作的作品。作为思索人与自然场所而设定的地中美术馆，位于濑户内海上的岛屿直岛的南方，展出克劳德莫内、霍尔特德马利尔和詹姆斯特瑞尔等人的作品。此外，翻修旧房屋，并且在 Art House Project 公开展示艺术家们所创作的空间作品，并且 Homura Lounge and Archive 还收集了有关 Benesse Arts Naoshima 的相关书籍，以此为据点，作为能够与濑户内海拥有的自然历史节奏产生共鸣的艺术创造空间而持续的进行着。在香川县直岛内有两座世界著名建筑家安藤忠雄先生设计的设施，设有饭店的美术馆 Benesse House， 以自然建筑艺术共生为理念，不止馆内，就连连接 Museum 楼和 Park 楼的树林、海滨都成为作品的展示空间。还有为思索自然和人而设立的地中美术馆，
展示了克劳德·摩内、赫尔特德·马利尔和詹姆斯·特瑞尔等人的作品。此外，还设有能体验莫内画中自然之美的地中庭园，每一个地方都是可体验艺术、建筑和自然的华美空间。